能不能杀死五个我也不知道。我抠你一下，学个小儿的，划了划了，砍树根，我抠你一下。大树呢？你不吃冰啊？你不吃冰就不吃冰，你爱吃不吃。Q 滑了，你不吃我也不吃，俺俩都别吃，行不行？Q 吃药。滑了，再抠，二级，二级学艺吧，学艺吧。抠一下，划了一下，2分39，艾克这种英雄应该来不了。划了，艾克最快速度都得2分40。走去帮螳螂打红，直接打来。我们只需要往这里抠一下，就知道这艾克到底在没在里边。没有，他没在。他在的话，我这个就触发了。让他炸吧。他不炸我还不行呢，他不炸我，我这药白吃。一下，点炎抠划了，划了，划了。大树找我打。我是没想到的，兄弟。滑了，为什么有个小兵站塔下了？谁给我解释一下？你怎么回事？怎么让我少吃一个经验是吧？还卡 bug 了？来个皮孩，两把长剑。挂机小兵也杀，这个大树的出装有点奇特啊！这是想跟我耗血了，女神之泪，这是一个彗星主儿的女神之泪大树，这是个 AP 大树。如果这把它效果很好啊，我们也考虑一手 AP 大树，把它放出来。这波把他放出来，不推线啊！这个位置推线打不死他。好，就给他放在这里，就差不多了。让他以为这么多兵，俺们不好打他。其实不然，来 W 开起来，划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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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闪现 Q 接划了。哎，我有皮孩，他没有皮孩，怎么他闪比我闪的距离远啊？
哎，拆一波塔，不拆塔，这波把大树杀了。Q W E， 滑了滑了滑了，开大滑了，给大滑了滑了滑了，塔皮没吃着，靠！我好恨呐、啊！我们来一个水银海，这把出个水银海，外加个大影魔刀。他们家四个 AP， 五个 AP， 练到就死，现在这大树，他敢上来走到这里来，他就要死，看他敢不敢走到这儿。不好杀呀，这个车看他补不补啊。哇，这车他居然不补，恐惧滑了，点烟滑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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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死了，老脆了这大树。四层塔皮吧，四层我估计都拦不住。也 EWA 滑了 A 再 A， 他升了，给大招滑了滑了，哎呀，又给我换了，不过没关系，大树六级，他们家这打野是真能吃，我发现每回都这打野过来吃馅儿。我直接这个样子吧，大树四十秒以后有闪现，我们在四十秒之内再杀他一次，等他出来跳弹下来，这边蹲他，好，大树 Q 插眼 W E， 来滑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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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再来一下，我都杀他六遍了，我的虚区肯定特别的高，你要干嘛？哎呀，烦死个人，吃塔皮算了，吃吃吧，大树就出 AP 的26刀，大树别动，来 Q
一打半溜，滑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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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闪现。抽一下，是啊，你找谁？呀，这马尔扎哈有点意思啊，马尔扎哈。来个血色之印。嗯，影魔刀在哪里？影魔刀950，那算了吧，那还是来锯齿短臂吧。这马尔扎哈挺烦人的，浪费我一个大招。挺烦人，这小子，我去治治他去。你要干嘛？我有恐惧啊！你那大我那一瞬间，正好我把他恐惧，他大招没有用了。哎，这下路怎么回事？等会儿啊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，等会儿啊，等会儿这下路，哎，这下路，你先走啊，你先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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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呀，哎呀，这人头，先死一个。W 一开 E 滑了，起飞，嗯，下边再踩，哎呀，抢车，我把塔拆了，快点的，我的发芥末疼。那回头也没人打，那螳螂一直跑你就点呗。哎，这 ADC 是真弟弟呀、啊、ADC 木印在哪里？先来个德克萨斯木印，往下走一波，杀一波艾克，这样我们大招就能有五层了啊，勾引一波来。哟呼，来吧！五层了。没有人守啊，那我拆二塔了。那你这不没了吗，小伙子？滑了，滑了。看能不能送波塔。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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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咋办呢？啊，
我好恨呐、啊！来个影魔刀。影魔刀出完，我们再来一个。我想想啊，影魔刀出完，出收集者加水银，这把出俩暴击。我给小黄毛借网瘾，行，就是小黄毛这个英雄不太好杀，他有位移。等他位移用了的吧。双 buff 小黄毛，等他们往出冲的啊，别着急，那大树哪里来呀、啊、滑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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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人挺多呀，哎呦我的妈呀，救命啊救命救命，闪现杀我是吧，我想知道小黄毛在哪儿，我不想杀的艾瑟，小黄毛是吧，嗯，小黄毛这影魔刀给谁出的呀，你为什么把净化给摁了，人家又没投降，抽一下，打条小龙吧，来先给小黄毛借一借瘾，交闪了，交闪回家出装呗，下边再杀他，他能跑了，他跑不了，他300秒一个大招，不是一个闪现，我50秒一个大招，我6个大招等于他一个闪现，6回他跑一回，这很正常。等一会儿啊，人有点多不好上，直接上了一定会被人给干死，你干哈来了啊，你说这非得让我交个大，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呢，本来我是想杀小黄毛，你就快点死，你也不用交大也不用交闪，咱就死快点多好，
非得死的这么慢，死的这么慢，完事还技能就全交，费力不讨好。打大龙，我上这高地，这高地不好上，这高地怎么上去？来，把大龙打了。对，我们就得打大龙，还不赶快来。他们怎么都回去了呢？知道打大龙还跑了。你自己打吧，我就把这大树杀了。这大树挺贵呀，130块钱呢，我现在就100了呢。收集者，啊，助攻130啊，哦，原来是助攻。哎呦我，你是真能跑，我发现。你说你吧，有什么好跑的呢？咱能跑，咱跑啥？你说，这有什么好跑的呢？你说，跑，来跑，我还能跑哪的？这咋这么能跑呢？我让你先跑300米都行，小伙子。还要浪费石杆呢，你确实浪费石杆是对的，因为我们家有 buff。 那算了吧，那不杀小黄毛了，没视野了。不行，小花毛逮不着，跑得太远了，而且有位移。哎呦，我操！坏了，打不小花毛打不有点疼啊。还没闪现了，下边可以试试能不能杀。这小黄毛也没人管呢，这螳螂起飞了呀。好的，我马上到。小黄毛6秒活，
你把塔给我拔了，你别 A 那小兵了，你先把塔给我拔了。我找到这个小黄毛肯定是不行了，找他位置啊。旁边有人不行，来把E交了。喜欢交E，喜欢大E，是不是？喜欢大E，你敢E，我天哪！那大树哪里跑？中推。没有闪还敢大意。